红色衣服有点大件，快什么？He punched all other men and got for reward to talk with that nurse. 后来是男的也太惨了吧。这到底啥小土耳其进行曲啊？完全看不出来啊！完全听不出来。这到底是生肖啦？次のどうぞ。はい、ウィリ来了，干走！干，这到底是生肖？干超烂的啦，妈的，我打超烂的。診察終了。看来我打得超烂，妈的！到底是三桥。哎，这就是最后一首了吗？我把他打到 S， 是不是把他打死吗？不知道的。干完走，太夸张了，重来。破阵，抱歉。表面上是这个节奏，其实他妈的完全没有节奏啊！
你居然QTE，我死啊！看，看说法怎样打死的，我想是应该不会啦。啊，好烂哦，好烦哦！黄金龙。 啊，我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啊！我不会被敌人找麻烦。男孩是护士的前朋友吗？前朋友是什么？What ex friend？ 就跟那个染血锁指甲差不多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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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要提猪啊！想要提猪啊！提猪！哦，这个。 在复数密孔，嗯，战斗状态巨大敌人暗圈，只所有商店黑便宜，不是，当然不是买下店家。 我先去看一下这边，找那个猎人吧，干什么的？ 可以自由进入的吗？这个。 哎呀，怎么了？有件事想问你。你有听过一个叫艾尔玛的女人吗？听说她在异地。咦？抱歉，我不知道。这样啊？你的朋友吗？咦？不，其实。
原来如此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嗯，有个叫耶哈马的卫兵自创立时期就在这里了，他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。去兵营就能见到他吗？伤脑筋的是他有翘班的习惯，有可能去别的地方摸鱼了。知道了，希望你能够见到那位叫艾尔玛的小姐。嗯，是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更新。对，什么都没有。华山峡哦。为什么下楼梯要这样直接跳下去不就好了？不会一次下两个吗？我全身上是不是娘炮？这里有一个草野全是狼。那么很危险。好啦，卡奇兵，卡奇兵，卡丘。当得到这个男孩超级赛亚人，我起了你！我打，我打，我干！我打好人，無駄なあがきは嫌なる。北斗、開骨拳。おー、好痛哦。到时跟大家打不死，反而是下楼梯摔死，太让人。还有人找我啊？哎，肚子痛哦。哦。哎呀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好热，铜锣烧。干嘛？哇，不是啦，我可没有在。哦，原来是你，是重要警卫工作。你冷静点。啊，你什么啦？别吓人啦！我还以为铁定是摸鱼被发现了。你认识一个叫艾尔玛的女人吗？啊？怎么突然？听说你当卫兵很久了，很熟悉这座城市的人。嗯。艾尔玛，艾尔玛，哦，他，听说他是几年前靠朋友的关系进来应店的，他身前好像是一个待人亲切、长面带微笑的女孩。生前，他染上了重病，事情发生的突然，大概是一个月前的事吧。对了，为什么要打听他的事啊？谢谢，帮大忙。啊，等等。能告诉他真相，回去那男人的身边吧。要我等等干嘛？先看到 SQ 本人，你好晕，现在怎样晕着我？軽くぶっ殺してやんよ。軽くよ。死にたいやつ。干啥没看到？
原来是三十六地晕啊！嗨，Queen， 看又藏宝图。转头就撞到是怎样？哦，因为今天那个 SSQ 今天办比赛了，办那个暴雪英霸的比赛，记得有跟你们说过。不要，请出手！早啰嗦了，叫你跟我来。慢着。嗯。啊！快吧，那个人放了。啊！你这家伙搞什么、啊？都已经身受重伤，难道还想跟我打吗？少给我耍帅！哼，以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啊？现在就给我死吧！我来当你的对手。哎、欸，是怎样啦？一个接着一个，烦死人了。很大 SQ 怎样？大概玩多久会破关？如果你一直跑主线的话，应该很快吧？现在才到第六章啊！那个你为什么要逞强？我一直很后悔，因为自己怕死，而在逃跑的时候松开了他的手。如果那时我可以更有勇气，也许就不会跟他分开，可以两个人一起活下来。我确定了，往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拿出勇气面对。这也许是上天要给我这种没有生存价值的懦夫最后一个表现机会、啊。这还不是最后，我现在帮你治疗，好好撑着。用了，比起治疗，你找到艾尔玛了吗？啊，还活着吗？他就会活，选很遗憾他已经，他就会，哦，我还是告诉他真相好了。很遗憾他已经，这样啊，果然不在了。你觉得在天国的艾尔玛还爱着我吗？谢谢你。那样的话，事业没什么好怕的。发生什么事？这家伙死了，我记得伊甸有你有目的吧？有啊，应该有着叫艾尔玛的女人的墓，可以把这个男人葬在里面吗？可以，应该没关系。你们马上就能见面了。到时候会肉干伤了。日向好了啦，白痴哦。我习惯告诉人家真相，即使我知道他要寻死。怎么我这个坏人，如果告诉他，救了他之后再告诉他这件事情，这样比较好吗？他会崩溃吧？
他小有没有艾斯？哦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衬衫。点弱。蛮白痴哦。剑次郎是怎样？我不知道剑次郎是谁。存在这里面的东西，可以拿去给他卖吗？好像不行欸。东西有点多。把垃圾存进到一箱，为什么？我没有存垃圾啊！哎，亨利，原来是权四郎啊！人质是同事的声音啊！天西罗，可是不会是呀？因为刺的话应该是应该不一样的声音吧，不一样的发音吧。ようこそ。哎，你来啦，汉斯。也许是因为说错女儿的事，昨天梦到女儿小时候的情景，请给我之前一杯点过的尤利亚 Forever Love。到的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发现我的手掌有点痛，因为玩太多了，手掌好痛哦。どうだ？手掌好痛哦。干，我手切了啦，白痴哦。ユリア Forever Love です。我手掌好切了。那块录音带，咦，有这个应该就能听了。咦，是播放机。陈四郎先生，这东西怎么来的啊？我在路上捡到的。我捡到一台坏掉的，然后就去拿去请废料店的老板修理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样就能听了呢，汉斯先生。汉斯先生，啊，抱歉，我突然有点害怕起来了，害怕去面对女儿，面对卡莲的真正心意。汉斯先生，你不用勉强，等想听的时候再听就行。不要，我不要再帮你调酒了。不要，不，你都特地准备了，我就在这里听吧。这样啊，那么，养蛇或蜜蜂应该有。莎莎啊啊，已经在录了吗？是卡莲的声音，是录音信件吗？爸爸，生日快乐！那天真的是很对不起，
应该要再好好谈谈的，对不？但是我劝他不下脸，想和爸爸一起去喝酒呢。我找到一家店，那里有很好喝的帕纳西苹果、哦、啊，还有啊，生日礼物不只有这个，我还准备了最棒的礼物，你可要好好期待哦。还有，要先说要说什么才好？呵呵，抱歉，我还是头一次录这种东西，不知道怎么结尾。见到爸爸之后要说什么之类的，虽然我是想了很多啦，但真的要开口，我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总之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晚点我们再聊哦。以后也请多多指教了，爸爸。落在卡莲身上后，就到了我的生日。卡莲一定是想用这块录音带作为生日礼物，跟我和好。不是跟我和好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老店主吗？是跟你和好吧？呜、可怜，原来是错字之北斗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明明还有很多想为你做的事。韩斯先生，尤宝先生，今天真的很谢谢你啊，让我听到卡莲的声音。不，这不算什么。女儿明明就已经。就这么顾虑我的心情，我却已经无法再为他做任何事。我今后到底该如何是好？那就让自己活久一点吧。就是你能为你女儿做的事，只要活着，说不定还有机会重逢。就是说啊，何况你还没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吧？现在可不是哭的时候啊！你们二位，说。说的也是，的确就如同你们说的，听了卡莲的声音后，让我涌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那台播放机给你啊，只要你想听你女儿声音，你随时能听。谢谢你啊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今天的事。然后直到跟女儿重逢的那一天到来为止，我会活过这个时代的。哈哈哈，就是这股气势，那么我还会再过来的。真希望哪天能为他们准备两杯鸡尾酒呢。是啊，我叫奥托。不是啊，你就算，因为我们不晓得卡莲是生是死啊，但是我们的确已经知道那个叫什么的。艾尔玛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不是应该跟他讲事实吗？于是他三百岁了，靠北。过吧。喂。话是这么说，还有个问题啊，狂化村位于进入荒野后朝着西沿着山前进的地方，那条路只靠一排轮胎过不了的，整片都是铁刺路面，所以必须先准备好能行驶在铁刺路面上的耐用轮胎才行。有装备那种轮胎的车子吗？打没打，很不巧目前都已经开出去了。这样啊，那有没有拥有那种轮胎？我有啊，干。在替卫兵队的越野车装上耐用轮胎时，是委托高地聚落的技工处理的。那个人应该会有耐用轮胎才对。前往高地聚落吧。事态刻不容缓，可不能绕远路哦。他妈的要绕远路怎样？他如果说艾尔玛有个女儿呢，他就会变成第二个童生啊。我看到了，这里有藏宝的那个。
干，我才是过主线而已，而且我们这是为了尤莉亚嘛。我已经染成蓝色了，你再偷懒给我画黑色的。那绝对是偷懒啊。蓝色好丑，好看好不好？不识货。麦斯不是个都没有头发世界吗？
只有主角的头发，其他人都没头发。哦，你是？哎呦，先保存个。可以快速传送了。你是有一头亮丽秀发有吗？有吗？我看里面有很多女生没有头发的啊。可是这不是有流沙地面吗？不是，不是这里，另外一条。滑了吧，等一下，很小啊！我在滑了，看，稍微转一下方向盘，就跟神经病一样。有两个路，看到前面有东西接，赶走这。伸缩性变化。我原始部落，好没有白痴哦。对，是散乱神乐的。我们有明明是从贫民窟出来的，可是胸部超大。把我们未来放在哪里？干，才刚说到未来，我就看到了塑胶板。Oh!
你这这里有个圈，你不按，你到底在按哪里啦？哎，他怎么突然不能按了？人敵为什么骑我骑我妈的？为什么不是他们骑我？你怎么就晕了？又藏宝图了，妈在另外一边啊，白痴哦。可以啦，但是他只能，我记得他不能挑吧，看到什么是什么啊。他没有办法像是，他没办法选择，但是他可以就是砍然后锁住这样。看着 R1 是可以的。没有办法像人王那样子挥力。よし。哦，大叔，好久不见了。我还以为是谁嘞，原来是我们一店的卫兵队长啊！专挑这种忙碌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有个老爷爷一直没有回到村里，我正在准备用来搜索的车子跟器材啊，是失踪了吗？赶紧去问村长，我要去调度材料了。慢着，我也来帮忙啊，全去听听村长怎么说。噔，哦，你是。话说我刚油剩多少？应该还够吧，应该不到一半吧。一半是不是他会说油快用完？洗濯でもしようご飯にするか。这糟老头就是村长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村子一直受粮食缺乏所苦啊，尤米斯看不下去就出发找粮食了，但他一直没回来啊，我们担心他会不会被荒野徘徊的盗贼袭击了，所以才在讨论要不要出去搜索他。哦，看你的样子身手应该不错吧，再加上你有越野车，方便的话可以帮我们找尤米斯吗？尤斯米吗？我那边没有那个啊。嗯，知道了。哦，接下来尤斯米应该往南边去了。他叫席德里。我还没有让我 FF 十五的车没油过，我都有加油。我没有叫道路救援。哦。把路边阿肥的油炸起来！
强姐要藏宝图啊，应该没差吧。要的橡胶哎、欸！请不要打我！请我！我无论如何都得把这些这个道种带回村子才行啊！嗯？什么？等这道种收成也可以分给你们，请你们等到那个时候吧。好不容易找到这道种，我整个礼拜不吃不喝都在赶路。哈哈，我越听越想尝尝那个道种啊！求求求你，年轻人，放了我吧！我看到车路过，就顺便出去夹车或者怎样。哈哈，哎，啊哈哈，你来干嘛？放了那个老人，旁边坏死，去死吧！丫头，哎，哥、啊，你是真空派。哇！听说你去找粮食了，为什么带道种回来？一样。哎，现成的粮食终究会吃完的。可是只要有这个道种，就能收成稻米。每年都能收成稻米，无论是谁都能吃饱活下去。这样一来，就不用再争夺粮食，也不会有纷争。比起今天，更重要的是未来。我，今天是谁啊？我花了10天到处找，找到这些，拜托你把这些带回聚落。走吧，老爷爷，我们回你的聚落。司机，我千万不能留鸡罐头，跟那什么关系啊？那，哎，是道总，道总啊！哦，你平安无事啊，又是你。太好了，老爷爷，这下聚落有救了，不用再担心粮食的问题了。谢谢。香灰石，那小好人卡。厕所跟刘海又是谁？傻小，看他也有素心啊。喂喂，哎，听说找到老爷爷啦。嗯，已经不要紧了。不愧是全爷。哦，真是帮了大忙。尤思敏爷爷是村长的童年玩伴，不管怎样，能找到人真是太好了。话说回来，你们好像找我有事对吧？我会尽可能地帮你们的。我们无论如何都得去一趟狂化村，需要耐用轮胎。我不是有装到你们队的越野车上，那样不行吗？ダメだ。卫兵队的越野车全开出去了，所以才想在那辆越野车上装耐用轮胎。你应该有一些备用轮胎吧？いや。
抱歉，全卖掉了，现在连一个都没有。我有啊，真的假的？不能想办法生出来吗？我知道啊，那辆越野车速度还挺快的吧？嗯，是啊，有200公里以上，那又怎么了？伊甸南方目前在举行赛事，奖品好像是个 Wild 001的轮胎废料零件。如果是 Wild 001，应该就能通过铁丝路面哦。开那辆越野车应该能赢得很轻松吧？嗯。可是废料零件能用吗？也要配合几种材料进行改造，就很像新的一样使用咯，你放心吧。好，那就来参加比赛，返回伊甸收集情报吧。车是什么效果？车会跟着过去吗？还是只有人啊？问题是我们同生就只会把人载走啊。我那个 Wild 零音室好像也是那个啊。完错了。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顺便来都能撞加油站自爆。真的是各种那个快速旅行。就跟我们刺客教条一样。绕路了。
还超慢。不过这是老旧邮箱没错。哎哎哎！啊，甘霖老师，这个也太奇怪了吧！这个不是、啊，这个物理引擎太奇怪了吧。冲刺吗？怎么直接坠地啊？这是三小啊！你不觉得坠地的方式太奇怪了吗？哎，还久嘞，还有六分钟。面吗？哎，有新的歌了。来这边，然后搭车吧。好美啦！这里加油要多少钱？跟城里有差吗？